Hello，各位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难得的商机。好，那今天讲的内容呢，最主要教大家如何经营 MDC 哦。那 MDC 来讲话呢，其实行之有年，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到呢，一个直销公司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而且历久不衰，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业绩一直蓬勃发展，而且呢，网络来讲话就是格外的盛行哦。一般我们在经营直销来讲话，尤其是呢，为什么想经营直销？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想要拥有一个被动收入，但是被动收入呢，你如何让你的被动收入从网络来的啊，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OK， 好，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喽。稍等我一下哦。好，那今天讲的主题呢，最主要是要教大家如何经营 MDC 啊，如何经营 MDC。那我这边呢会大公开啊，我们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系统到底里面有哪些资源。好，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自我介绍，我是 Frank 老师。本身来讲的话，正在网络形态的部分。当你收看我们这个频道的话呢，别忘了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我们的小铃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周四晚上8点都会有非常精彩的内容提供给大家哦。那最重要的是呢，啊，如何开始布局你的 2023？ 记住，现在是2023哦，绝对不是2020，也不是2021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花了2年多的时间在怎么样，在度过疫情哈。OK， 非常非常重要。OK， 好，那我们专场来讲话是那网络形象的部分啊，那所以呢，有任何网络形象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询问哦。好，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要如何开始经营美商 MDC。其实经营来讲的话，一定有一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好好的去规划，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假设告诉各位，如果你本身有人脉啊、哦，有人脉，那如果假设你有人脉的话，没有关系，那你就用传统的方式去做也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人脉，那你就必须来听听看 Frank 老师怎么做哦。那我们来讲话。我们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团队系统，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帮大家规划这些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呢，这些东西是可以复制的哦。那团队系统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直销不外乎三大门槛：第一个进人，第二个育人，第三个留人啊，还有呢，最重要的核心叫做什么？热情啊！如果没有热情，没有一个培训系统的话，你如何做到后面那两个育人跟留人啊？所以呢，告诉各位，这个非常重要，所有的大秘宝哦，大秘宝都在这个影片里面。OK， 好，那如何开始经营美商 MDC 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步骤，叫做你的心态。怎么说呢？很简单，有些人他做直销呢，是为了想要交朋友；那有些人呢，是为了想要赚钱。请问影片前的你，你做直销是为了什么？那赠送给大家成功的六把钥匙，哪六把呢？第一把钥匙呢，就是你的心态一定要正确。MDC 这个被动收入很特别啊，它呢刚开始呢你会觉得好像不怎么样，但是呢你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很恐怖啊，因为它是一站式的啊网络行销，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呢以后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在 My Daily Choice。为什么叫 My Daily Choice 呢？它就是我每天的选择哈。讲到选择哈，有些人呢在选择直销公司的时候怎么样？每年都在换不同的公司啊、哦，每年的年初呢都在说我会成功，我会成功，都在喊我会成功，但是每年的年底呢都在换另外一家公司，把一群人呢从 A 公司带到 B 公司啊，把 B 公司又带到 C 公司，那基本上呢，啊，像旧梦姐，你要带到什么时候？总该要停下来了吧，对不对？那最重要的是呢，你如何让你的收入能够怎么样？叠叠倍升哦，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当你呢觉得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时候，那你就会去做。你觉得 MDC 这个被动收入你是一定要，还是只是试试看？如果你是一定要的话，那你的被动收入也会变成一定要。如果你是试试看的话，那你呢有可能也会是试试看哦。好，那第二把钥匙呢，就是你每周呢花多少时间在 MDC 上面。我们常常讲万事怎么样起头难啊、哦、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在 MDC 的分享跟行销曝光上面呢，这会决定于你的收入快跟慢哦，这个很重要。好，那第三把钥匙呢，团队的资源你有没有掌握到？团队呢跟公司有非常多的资源，你有没有掌握到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呢我们来讲话有没有非常完整的培训系统，那这个培训系统呢后续呢还会带给你更多的
更多的一些资讯。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呢，你用 Frank 老师所创建的这个培训系统呢，你会发现到，哎，网路其实不难，那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做那最重要的是呢，你要透过一个线上培训系统呢，来帮你去做复制、去做学习。好，那因为本身来讲话呢，我有帮协助客户做网络行销，所以呢，你会发现到那后续的话呢，你会发现到你这一套工具，你只要学起来，你以后你在网络上面卖任何东西绝对都是同样的一个公式所以非常非常的简单。OK，好，那再来成功钥匙第四把你有没有及时解决新朋友的问题吗？有些新朋友呢，他有些不懂的地方，你有没有赶快的怎么样协助他处理，或者是呢帮助他能够彻底的了解？我们常常讲，闲货才是什么买货人所以一般的人呢，他会嫌东嫌西呢，代表他对这件事情他非常非常的 care 所以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及时解决新朋友的问题。好，那第五把钥匙。你有没有持续的去做学习？网络形象有非常多的资源，那线上课程呢，都会给你提供给你持续的学习，去加强你的技能。那你有没有持续的去做学习？你如果没有持续的去做学习，只是因为怎么样啊，闲闲没事做去赚点钱啊，或者是兜过来兜过去的，那或者是就玩一玩什么资金盘啊这些东西，其实告诉各位万万不可哦。那最重要的是呢，你学习的话呢，你会发现到有更多的人会更想要这份资源哦，尤其是现在目前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是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好，那成功钥匙第六把，那复制的力量有多大？有一句名言：向上学习向下跟进哦。那所以基本上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多去学习，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做复制。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回顾一下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必须要看懂商业模式跟制度。我们常常讲做任何事情你必须要依循公司的一个步调有些公司呢，它可能玩的是什么高杠杆的有些人呢，高杠杆是什么东西，那我就不讲了。OK，好，那有些公司呢，它可能玩的是什么打基础的或者是呢，它走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所以告诉各位，这间公司它不一样My Daily Choice，它目前呢总共有12个品牌。有在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你会发现到以前我讲什么6个品牌，对不对？9个品牌、10个品牌，各位现在已经到12个品牌了你有没有跟进呢？所以呢，基本上呢，你会发现到有这么多的产品线有这么多的产品线那假设呢，有朋友呢，他从网络上面得知你的连结，然后呢，他只要去免费注册，他后续他购买的时候呢，它会产生所谓的 BB 值，那这就是所谓的一站式的商业模式。那有些人讲说，那是不是越早卡位越好？如果你越早加入的话，那当然是越好。那但是有个重点，就是你一定要去分享这些资讯，你一定要分享 CBD，你一定要分享营养喷雾。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市场绝对不是只有台湾。如果你的市场在台湾的话，那会越做越小我们走的是全球一张网的商业模式。一站式的商业模式，那我们会员的收入呢，有三大收入的来源。首先，第一个，我们新进业绩会产生所谓的推荐奖金推荐奖金。那第二个呢，我们在重销复购的时候也会产生所谓的对碰奖金。那第三个呢，就是协助伙伴也会产生所谓的领导对等奖金。好，那我们常常讲被动收入指的是哪一块呢？被动收入指的是二跟三的部分那最大的点就是在于二的部分。就所谓的重销以及复购的奖金。好，那讲到重销，那有些人讲说，那重销会不会很困难？其实告诉各位，完全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把你每个月会花掉的钱换个品牌来试试看，来 MDC 来试试看，换个品牌去购买，你会发现呢，以前的消费财就会等于你的收入就会转变成你的收入。一般呢，我们在领取对碰奖金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一般领取对碰奖金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你自己本身你当月你一定要有所谓的重销就所谓的循环消费。那一般来讲的话，大概40 BV 或者是90 BV。如果你想要领多一点，那你就重销90 BV 就可以。那90 BV 是多少钱呢？90 BV 相当于150块美金所以应该是还好。那
一般好像日常生活会用到的东西呢，其实兜一兜应该是都够了哦。那再来，左边的直推总和要有90 BB， 那右边的直推总和要有90 BB。什么叫直推总和呢？假设我今天推荐四个人，好，左边摆两个，右边摆两个，下个月他在重销的时候呢，他只要左边两个加起来90 BB， 右边两个加起来90 BB 就可以。不是叫你每个月左边都要推荐 90BB， 右边推荐 90BB， 不是哦，绝对不是哦，跟着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好，那再来第四个要点呢，就是对碰的分数小编至少要达到 300BB， 好，这个就是我们对碰奖金的部分哦。所以当你达到这四个都合格的时候，那恭喜你，你就可以领取所谓的对碰奖金的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试算一下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状况会有多少的一个收入啊？假设你左边有100人，右边有100人的话呢，那每个人都用 90BB 去做重销的话呢，那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月来讲的话，你就会有4万多块的收入。如果你左边有这个是大略算法给各位看一下哦。所以呢，左边假设有500人，右边500人，那大约会有大概多少？20万的收入。那你左边呢，如果有1000人的话，右边有1000人的话，那你会有一个月有40万的收入。那告诉各位，如果你左边有10000人，右边有10000人的话呢，那你就有多少？400多万的收入。哎，有些人觉得这个不可能嘛，对不对？好，告诉各位，如果你用你自己的人脉去找，或者是用伙伴的人脉、旧有的人脉去找的话，其实他会遇到一个瓶颈啊，就是地域的问题、地区性的问题啊，你很难去做到国外的市场。但是告诉各位，如果你做的是网络行销，或者是呢你的组织下面刚好有会网络行销的人的话呢，那恭喜你，那你后面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告诉各位，全球有多少人？50亿人口哦，50亿人口，左边只要10000人就可以了，那你就有这样的收入，开不开心？所以呢，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握机会嘛，对不对？所以呢，告诉各位，这个来讲话有没有封顶？还没有封顶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步骤，马上设定自己的自动重销。自动重销重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在自动重销的时候呢，你可以快速的建构你的被动收入，至少给你自己好经营 MDC， 至少给你自己6个月的时间，好。快速的邀约，好，6个月的时间，快速的邀约，快速的打造自己的组织，然后进入团队系统去做学习跟复制。很多的人员流失都是因为没有团队的系统哦去做复制，所以呢，大家会缺乏热情，缺乏热情自然而然就流开了，好，就流失了。所以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多利用公司跟团队的资源，还有根据我们邀约系统的倍增课程，啊，这个也是教大家如何建构你被动收入。的决胜要件哦。好，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在30天之内推荐4个人。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假设呢，你推荐4个人的话，这边就会有产生所谓的收入啊，大概10000多块。那如果假设呢，你推荐完之后呢，你进来之后呢，接下来怎么培训呢？很简单，我们在邀约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有一个90天的自动培训，也就是说，当你加入之后呢，90天 ，Frank 老师会寄 email 给你，会提醒你，告诉你说，哎，今天有哪些课程还不错哦，有空上来听一下。你想要了解如何领钱吗？那这边这个影片会教你如何领钱。好，所以这些来讲话呢，无非就是帮你打造一个善的循环哦。所以大家如果假设还没有加入邀约系统的，一定要我们点选下面的连结啊，直接来注册申请加入就可以咯。好，那最重要的是呢，除了我们90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收入倍增课程。那收入倍增课程呢，其实呢，就是呢，我们在加入之后呢，我们邀约系统的话呢，我们会给你一个学习账号，学习账号密码，你只要输入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培训系统。所以后续的话呢，其实你都不用填写哦。那我们在收入倍增课程啊，或者是90天自动培训，我们会寄 email 给你，所以后续还有更多的一些资讯会提供给大家。好，那最重要的是呢，还有第五个步骤哦。那 Frank 老师正在规划，我们会在4月1号开始哦，我们会
举办我们最新型的团队培训系统的线上课程。那这些线上课程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开始经营你的 MDC。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之前举办的齁，那蓝色的部分呢跟红色的部分都是我们不同的一个场次的一个线上课程，你会发现密密麻麻齁。我打算呢在4月1号开始呢会正式开始重新启动，那最重要的是呢里面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新形态的课程在里面。最主要呢，因为现在目前已经进行到 AI 了，有很多东西呢，其实呢都可以提供给大家。最重要的是呢，教你怎么复制。经营 MDC 有个诀窍哈，因为 MDC 它是4的倍数，一代4，所以呢，协助伙伴推荐4个人。当你推荐4个人之后呢，你下一个步骤呢就是协助伙伴推荐4个人。推荐4个人呢，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目标先想好、规划好，然后自己每个月要有90 BB 的一个重销。那再来呢，我们每个月来在至少呢推荐4个朋友啊，那每个月90 BB 啊，那协助4个朋友去往下复制就可以了。好，一般呢我们在做组织行销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大量邀约、大量进人。当这些人全部进来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只是买东西，他没有想要赚钱，有些人只是来拉比赛，有些人他只是来交朋友，也没有关系啊，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想要经营。有人想要经营的话呢，那你就协助这四个人想要经营的人，然后呢接下来呢来去做复制就可以了。怎么复制呢？这四个想要经营的人呢，你要记住他们一定要有重销，重销之后呢，后续的话呢你再大量复制的话，他们一样复制你的方式，然后也有什么四个人的倍数齁。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些来讲话，如果排列在你的左边跟右边安置线的话呢，那你就会发现到，你看看我右手边这个，你看非常的厉害，左边就100人，右边就100人，就是这么的简单，那么你的收入就会出来了。好，那有些人讲说，诶，那收入出来真的有这一回事吗？其实告诉各位齁，其实4万多块算是一个不错的收入，而且呢就一个上班族来讲话，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在家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收入。我相信这个被动收入一般的上班族，尤其是年轻人非常有感哦。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什么收入的一个最重要的 key point。 好，那第7个呢，随时有注意需要的时候呢，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请求支援。为什么呢？因为 Frank 老师也很热心协助大家，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学习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联系，或者是可以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那我这边来讲话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做回复哦。好，那有些人呢会讲说，诶，那请问一下，我常常听人家讲啊，说直销，那直销呢，传直销呢，一般来讲的话都要100%复制，对不对？请问大家，你觉得100%复制这句话是对还是不对？告诉各位，其实呢100%复制呢是对也是不对，没有完全的正确答案。有些人会觉得说100%直销复制是对的，但是真的有办法吗？绝对是有困难的嘛，对不对？但是有个重点非常重要，也是我经营这几年的一个心得哦。好，以创业的角度来看哦，因为 Frank 老师也自己创业，那基本上呢100%复制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去控制的，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自己公司你自己负责的一个行销方式，或者是你的产品跟别人产品有什么差异化。我们论公司来讲的话，请问一下MDC 这间公司跟别间直销公司，它的差异化在哪里？它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你有没有抓住这个特色？好，比如说好了， MDC 的后台非常非常的强，那请问一下，它跟一般国内的直销公司比起来，那当然它的直销公司的里面系统非常好，那你有没有抓住这个要点？好好的怎么样去使用它？如果你没有去使用它，你看到的只是网站的表面的话，那你会非常可惜，因为呢你没有看到重点哦。做事业你要看重点哦，你不要只看表面的东西。人家告诉你他月入百万，真的有月入百万吗？请问一下，他这些收入搞不好是怎么样啊？搞不好是买来的啊，或者是用球堆出来的，也是有可能。那最重要的是呢，你要找到差异化。好，我们换个角度去想哦，找到差异化呢，是不是有没有找到你的差异化？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们团队跟别的团队有什么不一样？好，那 Frank 老师的团队来讲的话呢，我们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培训系统，好，采用线上的方式，24小时系统就架好了，你只要加入之后自动帮你启动，
非常非常好哦，里面呢影片都帮你录好了，所以呢，我里面来讲话有400多部影片，我经营 MDC 到现在总共录制了大概400多部影片，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找一找，别忘了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现在目前来讲话，哦，非常非常多的会员都在询问，好，那最重要的是差异化的部分啊，你的跟别人呢有什么样的差异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就是你经营 MDC，你有没有热情？好，我们常常讲究的是什么？态度嘛，对不对？好，态度非常重要，也就是你自己的心态。好，人家因为听了你的话加入之后，那你的热情点在哪里？那你对他有什么样的 offer 啊？你对他有什么样的付出？你付出的点在哪里？不要急着跟别人要东西。当有一天你成为领导人的时候，你也要学会给东西啊，不是只有要东西，要给东西。好，一般呢，成功的直销人哦，他的态度是什么？第一个，他的态度是努力的，啊，很多的人他成功，前面一定会有努力，如果没有努力，何来成功？那第二个呢？他除了努力之外，他还会有坚持。坚持，never give up 啊，never give up，所以坚持非常重要哦。所以坚持来讲话呢，唯有坚持，你才有机会达到终点，好，达到你要的目标。甚至呢，成功者呢，他是专注的，就好像我刚刚啊，影片啊，刚刚有跟各位讲到的哈，有些人呢，什么年终一家，年尾又一家啊，然后呢，中间又一家哦，总共一年换了十几家哦，到最后呢，没有一家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他把直销当做投资一样，我这边丢个3万，这边丢个5万，这边丢个怎么样？哎，没有错啦，鸡蛋不是放在同个篮子，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哦，直销不是股票哦，不是说怎么样哦，你丢下去它就会自动涨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因为直销是经营人的事业哦，千万不要当做投资来看哦，你喜欢投资好，Frank 老师还有更好的投资项目哦，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询问。好，其实告诉各位。专注非常重要哦，专注这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好，当你专注在某一点或者是某一线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非常有机会成功哦。好，那再来，正能量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唯有正能量，你才能够把你的 passion、你的热情带给更多的朋友。因为你的热情、你的 passion 哦，所以呢，人家就会感染到，人家就会怎么样？影响下面的人。如果你今天你没有热情的话，好，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第一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会赚钱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好，所以告诉各位，正能量哈，专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好，我们要复制的是团队的文化。其实告诉各位，没有最强的系统。今天呢，Frank 老师做了一个邀约系统，你也可以做一个火箭系统或者是飞弹系统，随便都可以，名字你自己合的话。但是有个重点，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核心价值。如果你没有核心价值的话，人家怎么会去跟随你哦？那只有最精炼的文化才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一个核心在里面。好，因为 Frank 老师专注在网络行销，所以呢，我也有针对在企业的网络行销，所以基本上呢，在药业系统来讲的话，里面也有涵盖针对一般企业公司的一些网络行销的方法啊，跟 key point。所以呢，其实你这一套系统，你只要学会之后，好，直接套用在你自己公司的产品也是行的。我常常讲哈，一江能够哦，猛拿江水口，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怎么样？刚刚好也可以怎么样，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完成，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复制话术哦，不是告诉你说，哎，行销话术要怎么样，有多厉害？No No No，我们要复制的是一个正确的资讯。早期哦，我们都是怎么样，把上线讲的话抄下来哦，然后呢，怎么样换成自己要讲话再讲出来，对不对？但是呢，MDC 呢，除此之外，我们还增加一个叫什么，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哦，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好，那如何经营 MDC 呢？那我们这边呢，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 summary，小小的总整理。好，总共来讲的话，我们有6个步骤，刚刚有跟各位提到嘛。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心态；第二个，看懂制度；第三个，制度非常重要哦，你一定要看得懂哦；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赶快设定你的自动冲销。如果没有设定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在台湾的伙伴们哈，台湾的小伙伴们，我们有什么6个月
月重销的套组，如果还不知道的话，赶紧去给它订购下来，给你自己6个月的时间，赶紧的打造你的组织。然后第四个步骤呢，在30天之内找到4个人加入我们团队系统。如果你还没有团队，或者是还没有加入 MDC 的新朋友们，那别担心，我们在影片下方都会有专属的连结，赶快的线上注册，在里面选购一下哦，直接90BV、哦、的一个产品就可以了。好，然后呢，加入之后呢，我 Frank 老师会亲自跟你联络，我会教你如何开始进入团队系统，来看我们所有的相关的学习资源呢。千万不要只有看系统而不加入，因为呢，好的资源是提供给大家的，我们不是在比看谁厉害哦，不是看谁你的东西不错，来来来，你给我一个免费账号，我先看一下。哦，拍摄，我们不搞这个的哦。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其实呢，你可以去外面找更多的一些厂商来帮你做就可以了哦。放心，这些来讲话呢，我们后续来讲话哦，多的是很多怎么样大秘宝哦，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在里面，就是要让你学习。就是要让你学到东西 ,OK? 好，那再来第六个步骤呢，就是协助伙伴推荐4个人。这就是我们经营美商 MDC 6个最重要的步骤 ,OK? 好，那再来团队来讲话呢，我们的团队线上学习平台来讲话、哦、建议大家、哦、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邀约系统 MDC500K。那这个来讲话呢，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上去看一下。但是呢，有些地方呢它是有密码的。那、哦、有密码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呢要加入我们的会员的伙伴，你才能够使用，才能够看得到，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学习的、哦、技巧或资源，或者是那一些网络行销的一些工具在里面、哦、所以这些就是带给大家最重要的一些技巧在里面。好，感谢大家，祝大家个美好夜晚，我们时间不早了，那我们今天的晚上的一个8点的直播就到这边，我们每周四晚上8点锁定我们的频道，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来讲话，请你赶紧怎么样按下你的小铃铛，订阅下来，那后续来讲话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提供给大家。顺道跟各位提一下，我们最近呢有新产品卫生棉，还有我们 Cosmic College 的新产品、哦、叫 Lux、哦、所以呢这边来讲话都是针对这些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后续呢我会做一个很完整的开箱影片给大家哦。感谢大家，祝大家个美好夜晚，感谢您，拜拜，我们下周见，拜拜。